离情去，大家离不了，难道不成道了？跟你有缘的众生离不了情欲，那你交不交了？那你要就此，那就是走上自古华山一条路的那种劫了。我带你们走了劫了，就是所以不能不出家，就是这个原因吧。那师父让我出家，就是因为你们出不了，就这样。其实这真的，因为大家出不了，就算你们把头发都剃了，心也没出，是吧？很辛苦，但也有极少数人很亲近，说哎，但那但也在这个时空，目前好一点，在2012年以前很难的，心性动荡啊。他要定住在情感里边定住，或者是能够马上放下去接触佛陀的智慧，这个简直太难了。这不可能，是吧？而且我们的父母啊，什么也孩子说这样走也很辛苦，很难接受。就说孩子们觉得，怎么好好的大学毕业把头发剃了跑了，这不就白养了这孩子？就你就觉得是受不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尤其那个再往前10年，我们更接受不了。我也是父母啊，你养大的还没毕业的大学把头发剃了，都跑寺院去了，你说这是哪去了，是吧？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妈吐口水淹死了。你儿子干啥去了？你女儿干啥去了？他肯定是这样吧。父母也在承受一些啊，这样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能不舍这个走完这个需要很多的方便法，三条方便。嗯。我们如果像他那样行的话，嗯，什么？我父亲就觉得我如果出家，丢人，因为现在信仰不普遍嘛，就大家觉得是这个也不怨父母，其实大家这个社会的普遍还是认知嘛，未来会好一点，但是父母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家，好像安稳，就觉得这个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是正常的选择的生活方式，哎，就是一个人待着啊，或者去。你一个人不结婚，父母都觉得有点丢人，倒不会吧？有时候有些父母觉得，有人可能理解说，哎，随你了，我把你养大，我就交代了，我也去做我该做的事。有些父母始终觉得没交代，就觉得去牵挂嘛，老觉得你没交代，牵挂。嗯，他的人际圈子人家老会过问这事儿，他就觉得我连你都丢人，是吗？对，有的父母不信佛的父母是信佛的还好一点，不信的就觉得丢人。是，以后再过10年，很多人会问你，你来这信什么？你没信仰才丢人，那信仰都没有，是吧？你这还有底线吗？做事没信仰的人做事没底线，你这丢人，是吧？这人的就是看法。你当年正是考虑过出家吗？考虑过，我早就想出家了。以前好久就是，尤其是第一修行到第，我觉得前1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特清净，就觉得红尘的事没啥意思，就觉得寺院好。他不是说想出家，就觉得寺院又安静又人少。那个时候寺院真人少，没有客，香火也没那么旺，又安静又好，就觉得寺院很舒服，就喜欢那儿。哎，觉得坐在那个大殿里看着佛像，哎，敲着木鱼儿，听着晨钟暮鼓，觉得这种是日子多舒服啊！为啥在红尘里拼命的工作赚钱要养活自己？而且寺院里真的很舒服，而且都在拜山，建的也怪很大，都是住着大别墅，而且所有的大部分寺院都在风水宝地啊！也真的是都是那种名山大川，而且空气也好，水也好，还喝的泉水。自己种着菜，寺院里边每天敲敲木鱼儿，念念经，一天就看着太阳，就是晨钟暮鼓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太舒服了，这是我向往的日子啊！我就是喜欢那个日子，也没有说，其实还没想着剃了头是个什么样子，就是说没有想着说我要为了成佛出家，我就是喜欢寺院。悄悄说，我喜欢那个环境。并不是说想去什么什么利益众生，我没想那么多。那师傅不让去，你想偷懒呀？你想去寺院待着偷懒？没关系，那个也是因缘吧。嗯。
我还没这就再修修就没所谓了，就不太觉得四月那就清净也罢，或者你心清净了，在哪也清净，闹事也很清净，就开始觉得不重要了。在闹事做事还方便，就要离飞机场近点，吃住行大家方便嘛，跟众生同乐嘛。那师傅，你要是如果你世界出家生，弘法会更方便一些。你们离我更远一点。是吧，我今天专程一剃了头发，烫上六个点，然后九个耳钉，穿上一身袈裟坐在这儿，你们可难见到我了。根本就说话就割了一层，这个袈裟一披，我你跟我说话就有些话不敢说。还真的是一视线那个下，又往这儿坐，那种威仪什么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有些话你敢跟我说吗？觉得会鄙视你的，是吧？你在家里面那些，说你就正常就不说了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可能我就你们见也见不到，就是有缘的，就是还没了完嘛。也可以啊，就是那随时可以实现，那些随时可以，那个直接一气头就 OK 了吧？现在，对我因为在家出家都一样的，就觉得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考虑就是对于弘法这件事，就是说做弘法这件事，出家会方便很多，道场什么就全有了。但是跟我有缘的众生都在红尘，都在五蕴的，他们不可能跟我一起出家。他就算他们出了家，也在情感上会受折磨，一旦出缘他就不行了。活得会辛苦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先就这样。那个出家这样只是个形式嘛。